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993，我是现在的轮班主播李爱笑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没有开麦。然后那个跳第一支舞之前呢，先打个广告，就是喜欢主播的话，手机用户直播时手机用户左上角直播时通知勾一勾，就黄色小加号，然后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时通知勾一勾，然后也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五星五秀嗨翻天，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武林争霸赛。然后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一支舞蹈。
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。然后欢迎大家来到993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现在的轮麦主播李爱笑。然后喜欢主播的话，电脑用户记得右下角直播时通知勾一勾哦，然后免费的小心心帮忙点亮一下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免费的小花花也可以也可以那个送一送。然后手机用户的话是右上角的一个黄色小加号，黄色小加号帮忙点亮一下，谢谢大家。然后那个话不多说，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支舞蹈啊，欢迎我家大傻啊，欢迎我家大傻。然后那个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支舞蹈。感谢，再次感谢，然后谢谢大家
感谢大家来到993，然后那个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现在的轮麦主播李爱笑。喜欢主播的话，记得就是点一点主播的关注，然后一麦、二麦的主播、二麦、三麦的主播小爱，还有聆听，大家都可以点一下关注哦。就是直播时通知，就是这个就可以点关注了。然后小心心帮忙点亮一下，谢谢，免费的小花花送一送，谢谢大家。然后。就是还有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午休午秀嗨翻天，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武林争霸赛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最后一支舞蹈，最后一支舞蹈给大家跳什么呢？最后一支舞蹈的话，给大家还是带来一个比较活泼的吧，因为我今天穿的不是特别的那个然后那个所以说先别跳了，稍微休息一下下好吗？然后那个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支舞蹈，感谢华华哥哥的巴掌哦，然后也谢谢刚刚所有送礼物的哥哥，然后我看到的没看到的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也感谢我家大傻帮我打广告。好，现在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支舞蹈。